大师把圣母塑造得格外年轻，她穿着长袍，静静地坐着，袍子下跨开了双腿，手臂支撑着躺卧在大腿上垂死的儿子。母亲轻轻地抱着儿子，双眼微微闭着，神情非常平静。白色大理石上好像有一道裂开的伤口，再也流不出什么东西。受尽磨难的孩子没有一丝重量，异常的轻盈。